目前在宁夏踩到最大的一个坑，一斤，这就是肥瘦相间的。大手大嘴，继续我们的公路美食之旅啊！咱们今儿个开车去狮嘴山黄渠桥镇吃羊羔肉。这黄渠桥羊羔肉可以说是全宁夏应该算是最顶尖的了吧？没错，是吧？对，这得问宁夏的朋友啊！你看咱这冒着雨啊，开着车。这就是对美食的虔诚啊，这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公路美食之旅的辛苦，你历尽千辛吃到的东西才会越发的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烂路一过，你看啊，大伙儿看这路两边全是羊羔肉，看这捅了羊羔肉的窝了，这边也是，你看到了啊，哎，就是周五就坐这儿吧，招牌就羊羔肉嘛。哎，对啊，那我就一斤呗，两块羊肝。为什么咱这边羊羔肉好吃呢？做的多呢？这地正宗的，做的发源地在这边。就羊羔肉发源地在这儿。哎，你在我们这店里的酸菜。哎呦，好好好，这个是什么？糖麻鸭。那送的这个，这叫糖麻鸭。什么口感？我告诉你，特别像路上经常卖的那种天津大麻花。先来个羊肝啊，羊肝这个味儿就是大，肝能明目，看得真真的，好吃吧？味好大呀！羊肝就是这，你吃羊杂的时候，羊肝最便宜的，但挺健康。羊肝这味儿就是大，咸味大的朋友啊，你就别点这了。后肠。这个苦菜降火的，这两天吃羊吃的有点上头。这里长野菜，这真苦，这酸菜可以，这好吃。是目前上来这几道菜是最好吃的，一个送的酸菜。羊羔肉上来之前，咱把蒜剥好啊。吃羊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你是我见过女孩里边是能很能吃蒜的，一斤，太美了，这就要吃着肥瘦相间的，看，它这种带骨头的，吃着是真挺嫩的，哇，配米饭太爽了，试试粉条，来。哇，这粉条真好吃，这粉条比肉好吃。来点纯瘦肉啊！不然你这嘴头子特挑，来个蒜，肉嫩是肉嫩，香也没多香。但有一说一，这平罗辣椒是真好，香窜不辣。试一下蒜苗啊，哇，这配菜比肉好吃。这东西啊，往这饭上一盖，葱，哎，还有这辣椒，还有这汁子，看看，再来个蒜，看，吃一口，很普通，非常普通。来跑一趟，一斤的这个肉量还是可以的，那肉量是肉量，对不对？口味一般，这一斤是90多块钱，价格还行，是吧？底价很油，我有点吃不动了。我一般一个人干一斤羊肉跟玩一样。宝宝，吃，这么多肉呢，不能浪费吗？打个包，这么多人来帮忙，你们家服务挺好的。吃完了啊，总结一下这家店啊，目前在宁夏踩到最大的一个坑，他们家口味非常的普通，最关键的是啥？乱算账，看见没？我结账的时候，他直接给我报了一个170，我说我要一个单子，这个时候老板才开始拿他的笔在这个纸上涂涂画画算了半天。就一个羊羔肉，一个那个啥苦菜，一个叫什么，三个菜两个饭，一个八宝茶。给我把这个账算到了170，这个账单我会发出来，大伙儿帮我一块算一算啊。